唯一的猛男应该就是我，应该就是我。内裤会垫吗？最大尺度就是你上半身。垫吗？需要？不用不用。你们会查查以前的新闻。五百皮皮都在，但大条熊是在。好。亚伦四字化解杨丞琳海鲜风波，飞轮海合照被陈意如裁掉，霸气复仇。恭喜亚伦回归大舞台，北流见。西迪炎亚纶将在11月20日生日当天与北流举办个人演唱会，炎宇宙国师堂启阳选道开始啦。那两人的射手不强嘛，天蝎最近运势也蛮好的呀，所以炎宇宙就来了。那你们他是说你很会射哦？那两人的射手不强嘛，所以我看错，他是自己射的什么？对对对。你是从哪个点看到只有射的？太邪了，太邪了，太邪了。那你有跟他聊到吃海鲜的事情？所以你也知道我对海鲜过敏。不好的虾子都会过敏。唯一的猛男应该就是我，应该就是我。我脱到什么？是你在脱？这可以讲。可以啊，可以吹票啊。会换衣服。就是那现在就是不行买，本来就会换衣服啊。内裤会垫吗？就是最大尺度就是上半身。垫吗？不用不用。你们会查查以前的新闻？大概好像是跟何润东一起，现在没你在乎了吧？五百皮皮都在，但大条熊是在。大大大大优惠，有好东西给你哦。好。至于陈意如先前啊，在直播中晒出2007年飞轮海的代言照，尴尬的是最旁边的眼皮意外被裁掉，尖刀枪的炎亚纶这次华丽反击啦！你要放飞轮海？这次真的没有，都被卡掉，都被卡掉。没有开玩笑，我最近是有一些新想法，有可能再组团哦。现在只会退群，现在只会退群。团先如果再组就不退了，不退会被卡掉。如果穿迪士尼就会被卡掉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脚震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